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人还不错？我一直这么觉得。那你为什么拒绝我对你的追求？严总，这里是公司，我不想谈私事。但是你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会记住，想办法报答的。 严总，出去。严总，我这不是文件写让您。哦，宁星辰，我要听你真正拒绝我的理由。你真的要听吗？真的，我不希望你再拿赵远芳来当挡箭牌。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他。 我还爱着我的初恋男友，这个理由够充分吧？